就所得税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六对的规定，只讲侬唔冇零空嘅所得，申办含个必要嘅款项都属于属于地度。故说就系讲侬五年唔是纳所得税，佢也不该推动嘅五年，下属到南区管税局推动分区嘅公文，要求五年系讲有偿五公，外边也嘅五公申报扣缴所得税。五名人士也主张系要求外纳税，今日推动三台五币，就到推动建议币申请抗议。不过南区管税局都推动分区三强调，将系好意提升，要接送向五公嘅五双组，外边也嘅五公申报所得税扣缴，唔系要求也嘅双头家外纳税。那等数到嘅普通嘅公文，五名南五币嘅干部都当签。长久以来，农民不是缴税，按缴税速度，南区国税局推动分区的统计，要求二部申报，请按五公扣缴所得，就请按要求五名纳税。缴税的来讲吼，你阮这个唔捌得无啥捌字来讲，我是做这个几年啊，搁做这小学生来讲，我感觉压力足大啊。百几年来，拢移民就无扣税的啊，啊你即卖向阳要扣税？到现场其实的国税局推动分局实讲，就所得税法规定，要请长期性的人力的唔算调价，要主动为员工来申报扣缴所得税。一份公文也请喺同地印度五吨以上的唔算的调价，总共267个。其他规章上喺私家的作五个细件的塑胶牌唔算的调价，都冇地分别度。唔算调价为员工来申报扣缴所得，冇代表唔免要缴税。有雇用经常性的这个能力来帮我们从事补刀作业的给付的薪水，这个时候就要帮忙政府来办这个扣缴申报。唔算调价强贴，虽然要请五国，不过按当年来人力有了成本增加，做到五个又无枪调牌按多，数量也变少，一下政府要打算根本开唔入。南区国税局推动分区实强贴，最喺葡萄唔算调价，世界困难，更克服所得税法规定的扣缴义务，希望克服咗判例相关扣缴的事情。下个新闻时间，台东报道。